他每次不敢都跑，所以他要很多的坐标，你没办法的，你很难接，可是你会答得来，你不会求的。如果你这样子会，那种真的很会答的人不会求的，这样子他跑。求就跑，他跑的，你站那边也是把人家傻眼。那你又不对，他们又在那边叫Daniel <音>你这边要敲拍的，拍上也是单吗？每次开车，每次给他开拍的了吗？对，因为他们这种他们是看到他们看球不看人，所以来他们就不给的。对。但是我的 camera 是放在那边吗？打算你每次要 video 的啊？你每次都有video的，都是会有的。不急啊，没有啦，我是从那 YouTube 给他们看哦，我都给他们看他们打球吗？ 哦，我的几个朋友哦，大概我的年纪的，连我一个双生的哥哥啊，他们也是每次比较的，他们是打金哥比较多。哦，打金哥我们就老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他们就是他们打，他们几十岁左右还是打金哥的。没有，你也动是打慢慢打，这样子玩玩OK啦。你打快的就没有命啊。没有办法快啦，反正就是说，以我们的年纪来说，已经是很快了。 因为会，很容易受伤啊，很容易受伤，对，容易受伤，所以我们不要。那你每次一个礼拜打这边一天的呀？啊，就是一天的，没有在打呀。没有，别的地方有时候我那边我也会教别人呐。哦，因为不好玩啊，不好玩。啊，不好玩。反正那来车这样子的，有时候人太多，有时候人太少，对吗？对啊，所以很难的。因为现在不怪我们，也是觉得这边他们在。 Everything，如果遇到这样子有样子练球的，他们拿到那个，以前那边有练球的吗？以前我们打蛮久，你们也是打蛮久的吗？对不对？以前都有练球。我们打很久，我们打十多年了。他打电打十多年。嗯，我们打十多年。可是我们就是以前还有，你还有，我们还有两个，过我不要了，我就不要了。你们以前两个挂了。
以前有表哥，人家有也是有女孩子拿的。哦，女孩子啊？哎，也有一很久以前，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来的。哦，你们还没有来的。那过来我不要了，一个就好了。我一个挂很久，我不能多美女。因为我们就是说年轻啊，三十多岁、二三十岁你可以啦，一直打长平啊。对。啊，你五十多岁有你不可以啊？不可以啊，收场。那我们一个全部都包了嘛？你看。啊，我这边说，就是你看我不知道你跑了，我这边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是刚刚几个月前，我这边还 OK， 我这边不长平，我这边很好啊。所以要顺啊，不要硬硬来了吧，就对吗？对啊，在外面很多人喜欢打，5个人、6个人，5个人、10个人，一个框，和你一样的。啊，那其实我不知道，我并没有看他打。对，你5个人、6个人，你不是你打到1个小时出一点点的，全部都飙进去了。飙进去了，没有力啊，累呀，啊累呀，没有功夫。三四十岁哦 ，OK 了，可以去打。不是，你对我跟你讲，不是这样讲。如果你打，那就很亏啦。你站住，你不出气都可以。你打完根本就打不死的，一分呐、啊，打50-60拍，对，你可以吗？你30岁都几啊？对了。哎，他现在是那毕业几岁？24岁，你看打那种打那种那种爪，你看到没有？打到来哦，有时比较老一点，有年纪的话，我看你打的，对，全身痛嘛，所以打球是吗？是看你对谁打，不是看你能打多久，对吗？对。那种不年轻啊，你现在不也不年轻啊？你看打一个两个剑嘛，等于他们活到这样子，玩这个，对吗？玩这个，看你对谁打，好像我们这样子吧，哦，这样子玩，像你有来回那种啊，哦。你大概是2个小时了哈，好像我这样子啦，不用嘛，打3场4场的，我够了，我够了。其实我来平常第4场啊，打4场我够了。对呀，啊，而且打3场就够了。对，因为你要打了好打的天，我说你看呢，现在才1个半小时嘞，够了啊，一个半小时了。还没有到1个半小时吧？如果真正你讲这样子讲啊，你先打5个人球啊，你觉得他没有办法打2个小时吗？他是可以打2个小时的，没有办法打2个小时，一下子就垮了。啊，那刚才你看他们打溜子，打到25分、6分，哇，你有命哎，对吧？如果你那个你会传呢？我看你好像才比较亏嘞。可是我痛啊，啊，痛啊，痛啊！我在这边痛啊。所以你看到刚刚我第一排的时候，你看到我一些球我没怎么能气，以前我冲过去了喽，没气了。就是，没有气了，那么上面来什么？没有气了，气都没出来，没有气了。我这边来打球来讲，很有，我有没有打过很重的？反正我今天有时候我在公坊跟那些年轻的打，他们公坊打的，有我哥他们就在公坊的吗？有啊，他打一级，很多天啊，他一个礼拜打很多天了，一级的，星星级的，打几天的？打几天的？有时是接近，他们女子打下午。像我，因为刚办打球的那个人有点像我了。什么名字？这样吧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打我朋友的球。你可以叫什么名？我打的是认识的 Navy 的 ，Navy 的 ，Navy 啊，那名字直接拿来说。他们有参加首尼的，首尼啊，首尼，首尼是早上的。有他们，因为有时因为他们自己的身体，所以比较平啊。有时早上还是下午。昨天是早上的，打到12点呢。昨天我知道有认识吗？我认识他，昨天的也是很多年轻，多年轻。他的球员是 OK 的，不错的。像你是住这边还是乌超区那边？啊，不是板江啊，他是住回板江啊。哦，不远呐。他这样不能跑到这边打球啊？哎呦，打十多年了，哦，没参加，对呀，很多都在这边打，OK啊。那这个场地我们也打了很久，
这个产品有没有？未来就不会说白白啊，看不到钱。它是上面比较紧，如果它上面的话，它不是这个颜色就好，已经 OK 了。这边相比那个 CC 哦，那个 CC 屡次碰不到球啊。很多人，我一些朋友，其他的那些。